老公，我问你个问题呗。你问吧。如果我跟你妈掉到海里面，你会先救谁呀、啊？掉海里？掉哪个海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海，反正就是海里面嘛。那可不行、啊，我都不知道是哪个海，那我怎么去救你们？我是说，如果掉在海里面。如果是谁啊？如果掉海里面，我干嘛救他呀、啊？哎呀，我是说假如。假如是谁啊？假如我干嘛救他呢？非亲非故的。我是说打比方。打比方是我兄弟啊！你怎么这么粗鲁？平时没见你这么粗鲁啊！温柔一点。